家好，我是 Kim。这个影片呢，我想介绍大家这个 Kelmingston Avenue at Sungai Besi。这一个是一个 new condo 啊。今天呢 ，actually 我顺便拍这个影片呢，为什么我会在这里？因为我有个 tenant 等一下会来看看出租的 unit。Basically 呢，我们在这里呢都有做出租啦。这里有不同的 package， so 总共它的 layout plan 有两个，一个呢是650方尺，另外一个呢就是850方尺。So it depends 你要 partly furnish、fully furnish 或者是 bare unit。等一下的影片呢，我会带大家去看一看，里面的 interior design 是怎样的。So 留意我的影片。这个 unit 呢，现在我要带大家来看的呢是850方尺的，是 full furnished 的。来，我们带大家来看看里面的 interior 是怎样的。哇，是不是很美呢？那这个是fully furnished， OK。然后呢，我们来看看这个呢是厨房哦。有 washing machine 啦，然后有这个雪柜啦，都是还没有 unbox 的啦。所以我们可以看看厨房这里。所以厨房呢 ，fully furnished 呢，都有包括这一些全部的 small item， 杯啊、碗碟啊，还有这个 cooking hob and hob 啊，还有 basin 这里啊。然后我们再看看这一个门呢，是出去这个 yard 的。镜头转向这个living hall， so living hall 呢，这里有书 cabinet 在这里，然后镜头转向 living hall 这里， so fully furnished 呢，有包括这个 TV set 在这里跟 TV cabinet， 然后还有一套沙发啦。所以我们的外景呢，看出去呢就是有远远那一边就是 KL view 啦，有 TRX。OK， 镜头再转向这里，这一边有四人位的 dining table。所以你们想不想看一下850方尺是有三间房两间厕所的，我带大家去看看那个房间。所以第一间会是中房，中房呢 fully furnished 呢，有包括了这一个 queen bed， 然后呢全部的 item 都有了。所以它也有包括这一个wardrobe。下来呢就看看这一个小房，小房呢也可以放一个单人床， of course 也是 full furnished， 有一个 wardrobe 在这里。是不是很美它的 design？ 来，我们再带大家看一看，这一个就是厕所是共用的啦，所以有 water heater 啊，所以全部的 equipment WC 啊，basin 全部都有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这个 master bedroom 最大间的房间，所以它的 design 哇很美。我的影片到此为止，如果你们有任何的询问呢，可以直接联系我，我会留下我的电话号码。好了，下一个影片见哦，拜拜。